事情的正头都指向你下一二个人地方，你很亲近，但总之还是得要习惯投降，相当然而第六不是你最大致命伤，我按兵不动，处于习惯凡事沉默的酝酿，当头炮中最属于我礼貌开场，兵锋马神话内敛才能一柔克刚，第二十六招怕五件事，只是训练之后两三次三招出二平气，出手你恐怕将按揭难防，这一场不流血的仗，只有这尊会受伤，身外百口的铁甲跟现实没什么两样，提着两龙的老婆在这一旁拍了肩膀，那些人应该和我一样，我手指放松，我目光如龙，当敌人失控，我战法无穷，我攻势如风，用单狙如弓，碾过你傲散的脸孔，换我手指放松，我目光如龙，当敌人失控，我左右开弓，我气势如虹，将泡沫禁用，兵临城下想他都没用，我对着我对着潮汐推敲，什么事已经自动森林间迷雾，能不能当专业化的内容，有将心意的轨迹跟邻居不正相同，风铃火山是不是用笔之中，到最后必然是我运筹帷幄，你最后放弃抵抗，我仰望着夕阳，你低头黯然离场，听我说声白事兵家之长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只因为我只适合无双，看我手指放松，我目光如龙，但敌人失控，我战法无穷，我攻势如风，用单狙如弓，碾过你傲丧的脸孔，灌我手指放松，我目光如龙，当敌人失控，我左右开弓，我气势如虹，将宝马禁用，兵临城下想他都没用，我目光如龙，当敌人失控，我战法无穷，我攻势如风，用单狙如弓，碾过你傲丧的脸孔，灌我手指放松，我目光如龙，当敌人失控，我左右开弓，我气势如虹，将泡沫禁用，兵临城下想他都没用。加油，睡觉。加油，睡觉。请拿走你的电脑。我带人快。你的电脑。我带人快还有一点，还有二十秒。想要更多。快点看一下，刚没看我的。